给你准备了礼物。礼物？在门口。什么礼物啊，这么神秘？你去看一下，不就知道了。哪有礼物？你干嘛？喂，你把密码改了？猜出新密码，你就会拿到礼物。幼稚。既不是你的生日，也不是我的生日。那你给点提示啊。给点提示啊？你可以问问题。是纪念日吗？是。已经输错两次了。哎，你说的纪念日啊？是纪念日啊。我输了你表白的那天啊。那天确实还挺重要的。不止一个纪念日？友情提示一下，是两个纪念日的组合。哪有人把那个日子也定成纪念日的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不也记得挺清楚的吗？那我的礼物呢？礼物？起来吧，上班要迟到了。我的工资我说了算。昨天让谁帮我要礼物？
喜欢吗？成对的。嗯。那我也帮你戴上。以后这个位置只属于我。好。